欢迎收看小强说足球，我是主持人小强。北京时间11月17日凌晨，欧乒 U21 资格赛迎来一场焦点对话，法国 U21 对阵瑞士 U21。 本场比赛两队基本上都敬前主力出战，法国也早早的奠定领先优势，最终凭借着爱德华的梅开二度以及穆阿尼在比赛最后时刻的进球，法国3-1完胜瑞士。本场比赛的关注度不高，但我们还是可以从法国 U21 豪华的阵容中看出一些新东西。虽然是 U21 青年队，但其实这支法国队的纸面阵容非常强悍。凯尔特人主力前锋爱德华，尼斯主力前锋古伊里，马赛主力中场卡马拉，塞维利亚主力中卫孔德，摩纳哥主力中卫贝迪亚沙尔，南特主力门将拉冯，这些都是首发。而替补席上还有莱比锡中卫科内特，勒沃库森前锋迪亚比，里昂中场卡克雷，里尔中场苏马雷等等等等。可以说他们中间的很多人都已经在20岁左右的年纪，在各自位置成为了俱乐部的绝对主力，而且表现不俗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本次法国 U21 球员的总身价超过了4亿欧元。我们一直说法国国家队能够排出好几套阵容，而且每一套的竞争力都很强悍，但在法国各级的青年队每年也有很多优秀的青年才俊不断涌现。或许法国队最强的不是这支国家队，而永远是下一支。这篇足球新闻播报完了，我是小强哥，欢迎点击订阅，咱们下期再见。